当时就是非常的兴奋，而且就感觉好像要马上就要上战场冲锋陷阵的那种感觉，而且希望马上比赛就马上就要开始，马上就想投入到比赛当中，就是有一种非常急迫的那种心情吧。现在我们是在沈阳的五里河体育场现场直播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同阿曼队的比赛。这场比赛是中国队在十强赛 B 组当中的第六场比赛，也是主场的第三场比赛。在这场比赛之前，中国队前五场比赛呢是4胜1平，进九球失一球，积13分，高居 B 组的首位，是 B 组目前唯一保持不败的球队。今天主场迎战阿曼队呢，只要打平就可以进军2002年的世界杯。说实话，上来开场的十几分钟，包括我们全队来讲，并不是说显得非常沉稳，也是跟当时的那种场面可能有着直接的关系，可能那种心情还没有完全的平静下来，去真正的去掌控这种比赛的场面。球员们无法迅速地沉入比赛的状态，而第一次到现场看球的李璇也还没能从看电视转播的习惯中摆脱出来。第一次到现场看球的人都会有这感觉，就是你看了一个动作之后，特别想看个慢动作回放。我就是看电视里面的那个电视转播看习惯了。在五里河外看电视的王正飞也不能专心致志，他一边看球，一边也忙于和邻桌的球迷拼酒。就喊说中国队1-0，然后就把酒杯拿起来了，干一个啊！中国队1-0，这边干了，那边看见了之后，那边也喊啊，那边他喊1-0就没有意思了。他说那个中国队2-0，这边也干一个，那边桌全都干一个，干一个这边桌可能还会跟那边说让你2-0应该干两个，就这样。然后他这边又喊中国队3-0，就是因为那个酒店摆很多桌嘛，啊，这样大家就是互相的，就是攀比着或者也是为了加油啊，就这么一起喝酒。但是说实话，那个场面给我的感觉就是。没一口酒没喝就已经醉了。远在株洲的摄影记者吴海涛也在忙碌着，他根本无暇看球，他在忙着判断，把相机对准球迷，根据他们的反应来判断场上的局势。因为球迷他进球那一瞬间，他那个感情是爆发的，啊，你得把那一下子把它拍下来，所以一直就比较紧张，这个头脑这根弦呢，一直是绷紧的，啊。你不能漏掉，你不能漏掉，因为如果这场球赛，他只进一个球，啊，他那个欢呼就那么一下子，你漏了你怎么办？所以时刻是绷紧的，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比他们看球的人呢，要累得多。这一天晚上，有多少中国人以这样的方式在看球，没有人统计；有多少人守候在电视机旁，也没有人统计。这是天津于根伟的家，他的妻子、他的父母以及亲朋好友守在电视机旁，急切地关注着于根伟和中国队的每一脚进展。李铁转移，视野很开阔，头球再一摆到中间，杨晨再摆中路，射门球进了。11号于根伟破门得分。这场比赛进行到了36分钟的时候，上半场进行到35分50秒，35分50秒。中国队破门得分1-0，这球啊是中国队从左路发动进攻，然后呢传中，在右侧在头球一摆，杨晨再摆到中路，于根伟适时插上以后一脚射门球进。
中国队在比赛进行到了上半场35分50秒，是由11号于根伟破门得分。于根伟是不负众望，大家看。